全新原创中国新歌声全球首播。好，那我们考虑一下小爸爸 Jackson 最喜欢吃什么？最喜欢喝奶粉，皇家美素佳尔。果然是很好的艺人啊！不不，哥哥，哇，谢谢你，宝贝儿，你来来来，波波，来，一点，脸上你是不是有鼻涕啊？没有，跟他来一个，没有，说没有。对，还是你们来过地，他工作人员给我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咱俩亲一个，你们宝贝。大嘴是几个意思？什么都喜欢吃，没有不喜欢吃的，是不是？普婆，一百箱。我也不喜欢吃的。你什么不想吃啊？辣椒。啊，辣椒不想吃。